给大家录一下这个《极动狂三》啊。然后开始动画，我们就跳过了。特工金素权啊，不知道是谁啊，反正我们不管他。哎，这是我们可爱的弟弟，虽然长得比我们还老。走吧。咱们扔在这个箱子上，然后等它弹回来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哎，还是挺完美的。然后跳过去，等到他在身边的时候再开这个子弹时间啊。这样的话稳妥一点。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过去啊。先把门踹开啊！Yes。还没打死一个，我操！不知道我打没打死啊？好像一个都没打到。你去拿一下这个冲锋枪啊！我最好的是贴脸给他用这个，但是他们人太多了，脸不太好贴。我想一想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干，我靠，这个反正用这个还是有点难啊，用这个东西，咱们还是踹开门。好嘞，想一想怎么弄啊？要不然咱们直接跟他们耗吧。那我一开子弹时间，他们就都进去了，真的是。咱们就等冷却时间，然后跟他们耗就行了，然后看谁出来了。
还是很难受的。这个子弹没多少了，还是去把这个冲锋枪捡一下。只有两个人呢，应该。从这边冲过来就好了，冲过来就好打了。还有没有？他应该还有一个吧？好像是都没有了。没有的话，咱们就可以继续走了。嗯哼。刚才应该蹲下。哎，算了，咱们就不进去了。把身上的灵力吸一下，然后咱们就走。这个门好像是打不开的，啊，可以打开。哎呦 ，Why？ 其实最好是就近嘛，然后你如果太远的话，就不太好打到人啊。我去，这个地方不能待啊！我们现在就等他出来啊！傻不拉几的，哼！哎，怎么还有人打他呀？我们好像打不到那个。算了算了，打不到上面那个就不打了吧。Cover me, why？
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我去！我去！好可怕呀，这个兄弟！好啦，那基本上是满帧啊，就给大家录到这儿。